经过一番的努力，参赛者终于来到韩国，进行更加难的挑战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和以往一样，体力、时间和沟通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在拿到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我很开心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。所以在接下来的 challenge， 我们要更加富傲，我们可能要做到比100%还要好。We're not focusing how hard we go, but we're focusing on how we enjoy every dancing moment through the heart. 今年 Red Lions 同埋 Dark Riders 苦闯九个挑战之后，终于嚟到最终舞台。跳舞即使将来冇跳出好大嘅成就，佢哋依然跳出一个最动人嘅青春岁月。